念佛也要依靠外缘，所谓有善知识引导，有好的同参道友，有殊胜的场所，这个缘都不容易遇到，使我们深深感触到佛祖常常谨测学人，善缘很不容易遇到。遇到之后，要知道珍惜，要知道把握住，对我们修学有很大的帮助。即使是不学佛，没有意思，要脱离轮回，要求生净土，对他现前的生活也会有大力的帮助。现在世间由于重视科技的教育，所以不能接受轮回三世概念的人占的数量也不少。虽然如是，可是相信轮回，深信因果，也大有人在。这些人还能够凭良心做事，我们很清楚，那是佛菩萨示现再来人啊。以这种善巧方便教化众生，我们细心去观察他们做的工作，似乎不明显，但是也清清楚楚，历历分明。他们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对社会起潜移默化的作用。所以佛在经上常讲啊，众生愈苦，造业愈是多，愈是严重，佛菩萨必定在这个地区。照顾啊。许许多多佛菩萨视线在这个大众当中，他们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无量无边，凡夫不知不觉受他的影响，也把他当凡夫看待，他所实现的确实是一个凡夫。
与一般人呢，确实没有两样。我们怎么会知道呢？啊，所以说是真，只有真正的深入经藏。古时候所讲的，真正有学问、有德行的人，看不出来，知道。啊，什么叫学问？我们所说的看破，看破就是学问了。什么叫德行？德行就是放下了。你们想想对不对？放下自私自利的观念，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他的思想见解言行叫做德行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事出世间法一桩事情，只是这个里面境界有广狭不同，功夫有深浅不同。事法圣贤教我们要爱人，教我们要爱世人。这个范围小啊。佛教我们爱一切众生，这范围就大啊！一切众生包括九法界，不但是爱人啊，那些小动物也要爱护啊，妖魔鬼怪也要爱护啊，地狱众生也要爱护啊！啊，为什么呢？他有法性，他现在所作所为是邪恶的，是不善的，他本性是善的。本性善良，为什么做出邪恶呢？他迷了，我们要同情他，怜悯他了，要格外去照顾他，这才是佛菩萨了。决定不说，不可以说他邪恶啊，我们舍弃他，那就错误。所以一定要学佛菩萨圆满的智慧，真实的慈悲，善巧方便。无论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都是用平等慈悲心的。昨天我们在经上读到过，佛菩萨没有身相，这一点诸位一定要记住。为什么佛菩萨没有身相？有身相就有妄想分别之处，没有身相就没有妄想分别之处。所以化身佛
名号叫毗卢遮那。毗卢遮那是梵语，什么意思呢？遍一切处。大家有没有想象到，尽虚空遍法界是自己的身相，这是化身佛。试问问，哪一个人没有化身？没有一个人没有化身的。而化身共同的，像大家在经上都念过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化身的，你们就想想，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，一切一真庄严，跟我是什么关系？一发生了，一体，所以叫同体大悲，无云大慈。那么发生有没有相呢？不能说有相。是不是无相呢？不能说无相。非有相非无相啊。希望诸位细心去体会。我们不能顿悟，也希望有见悟，慢慢的能契入这个境界，你真正的慈悲心才能发得出来啊，而不是认这一个身体是自己，这是绝大的错误啊！就是我们这个身是自己，这大家好懂。这个汗毛，任一根汗毛是自己，身忘掉，这是自己，其他的不是自己，这成什么话呢？一切众生迷惑颠倒，就是像这样的，把这个身态看作自己，忘掉了，不晓得尽虚空遍法界是一个自己。楞严会上，释迦牟尼佛举大海做比喻。那个比那个大海是自己，可众生迷惑了，不晓得大海里得起个水泡，他执着那个水泡是自己，把大海忘掉了。错就错在这里，佛菩萨悟这个什么，知道大海是自己，他悟了。众生迷在哪里？执着水泡是自己，大海不是自己。所以佛教导人呢，你那个水泡破了之后啊，你就发现啊，真的自己找到了。所以诸佛菩萨这个化身无相啊，虽然无相啊，能现一切相。相是怎么现的呢？是不是自己想现什么相就现什么相呢？不是，如果你还有想，你还是迷，你没有悟，没有想啊，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，那个心是真清净，永远清净。
无想无念呢，何以能现象呢？现象是感应而现的。十法界众生，哪个地方有感，他立刻就现。为什么现得那么快呢？因为他无处不在吧。像我们现在利用了这个高科技来做弘法的工作，科技将我们的音声，将我们的形象变成电波，而这个电波散布在整个世界，就好比遍一切处啊，任何地方你有这个机器，你播到这个频道，画面立刻就现前了啊，音声你就听到了，并不是我这个地方送给你，不是，它遍一切处嘛。那么电波的速度，诸位知道，一秒钟30万公里。这个速度并不快。我们现在讲这物理的现象，科学讲机械所能为的也止于这个境界啊，可是心性的这个波啊，那个速度就快了，刹那之间就遍虚空法界，不是电波磁波所能够比的啊！电波光波音波通通不能为比啊！所以我们起心动念尽虚空变化界，上跟诸佛感应道交，下给一切众生山河大地通通起反应啊，光波电波诸位晓得，如果距离太远了，这个波慢慢就微弱了，就像我们用一颗石头投在湖水里面，水很平静，投下去它起波浪，越是靠近的波浪越大，慢慢的时候波浪就微弱，一定是变满这一池它这个波有强弱不同，可是心波心性之波没有强弱，它不是物理，物理有强弱，这个心性没有强弱。一切众生齐心动念，心性就自然起感应，众生有感，他一定有应。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。这个里面没有理由的，没有原因的。所以佛在经上讲，法尔如是。
这个理很深很广，这才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！诸佛菩萨现身，这个身在世间，住世长短，都是因，都是感应的。众生感应的这个力量强，时间长，佛菩萨应化了，时间就长。我们凡夫说实实在在的话，我们今天得的这个身，受的这个果报啊，我们的一生所感受的，说穿了啊，也是感应的。我们也试试这个身是受什么感呢？业感。你看那个地藏经上讲的业感的。我们自己造的业，一切众生造的业。众生造的业跟我们业造的相同，叫共业嘛，共业所感嘛，就现身了，到这个世间来投胎现身了。来受这个苦报，我们是业感了。所以佛说，你造善因必定感善果，你造恶因一定感恶报。善恶果报谁给你的？自己变现出来的。诸佛如来跟一切众生起感应道交，是从自信真心起的感应，所以他的大自在。我们今天在六道，在十法界里面所现的这些身，一真庄严是业感的，业力变现的，这个十法界一半一半的，天道以上，天道，声闻缘觉菩萨佛善业所感，真是善因善果。人道以下，人修罗恶鬼畜生地狱，不善业所感呐，是这么个道理，不是人造的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无论在这一生当中，我们遇的缘是善是恶，我们处的境是顺是逆，都不怨天不由人。明白了，明白人学佛菩萨，只有一个感恩之心，只有一个真诚慈悲之心。面对一切大众啊，真正体会到上报四重恩啊，一切众生都有恩于我，我们如何报答呢？如佛所教，依教修行，这就是报答。你是真正报恩者。今天时间到了。